而桃园这家爆发院内感染的医院，目前院内紧急停止收治住院病患，消息一出造成民众恐慌，质疑医院都已经爆发感染，为什么还让民众照常的看诊？指挥中心强调，目前这家医院没有封院的考量，将采取分舱分流的措施，像是曾经跟确诊医师接触过的39名医护人员，目前都在集中检疫，还有居家检疫，而患者部分则是被移到其他楼层做一人一室的隔离。另外呢，住院患者现在是只出不进，并且禁止探病，陪病以一人为限，而且要实名制。指挥中心也强调，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这起医院感染已经造成社区传播。听到有医师和护理师双双染疫确诊消息，把家长吓坏，连忙赶到医院，把小朋友的衣物统统打包，准备办理出院。一季只要到后天了，我就看这样怕危险。另一边，消防员连忙把患者推上救护车，准备进行转院，让家属相当紧张。因为我病历都在这边，说还是要不收的，他不收啊，还住两天而已就被赶了出来了。甚至还有民众才刚出院，却被告知要在隔离14天，整家医院乱成一团，就怕有风险。住院患者通通只出不进，除了原本在急诊等床的24名患者也被院方移出，还有像是住院病患跟开刀患者，由于院方人力吃紧，暂时无法收治。但如果只是单纯的门急诊就医，则是一切照旧。探病方面直接喊卡，陪病以一人为限，这样的做法也引发质疑，到底谁还敢再去医院？即便医师照常看诊，病患也明显少了许多。大家都不见了，本来早上。完全没有这所谓的封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，分舱分流跟管控都有一定的水准在。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露说它会在社区里面有一些社区的传播。指挥中心定调分舱分流不封院，目前有过接触的39名医护人员，一部分进到集中检疫，另外一部分则是居家检疫。而曾经被确诊医师和护理师照顾的患者，也通通被移到其他楼层进行一人一室隔离，其余住院患者则是留在原本病房，却还是让不少人依旧心慌慌，拿着干洗手时不时喷两下，就怕有任何万一。记者林金顺、林柱强特别桃园综合报道。